屬羊嘅朋友咧，嚴格嚟講咧，今年咧係迎太歲嘅。咁其實迎太歲咧就唔係太麻煩嘅，只不過咧就好多小型嘅問題咧就困擾住你咁解。嗱，吉星方面咧有三粒，第一就係天德星啦。咁天德星係代表上天之德，即係代表咗做咩事最終都會逢凶化吉咁解。嗱，仲有福星喎，咁福星係代表咩咧？係開開心心、吃喝玩樂之星嚟嘅。個壞處就係咧好容易肥咁解。嗱，最後咧仲有玉堂星，咁其實玉堂星咧係財星嚟噶嘛。金玉滿堂的意思，即是今年呢就代表可以升職加薪了。空星方面呢其實只有一粒需要注意，這粒呢就是叫卷舌，卷舌其實代表嗌煞和口舌，是一個小型的煞星，沒有什麼大殺傷力的，不需要擔心。原來過新年晚上七點 Astro 華麗台與 HD 幫你將二手物品變成錢 Muda.my